在五月十号那一天哈、哦，就是会有一个教案，那各位老师去上海报告，十分钟以内就好，不要讲太久，五分钟多个也可以。然后呢，所以你会做一个 Word 的教案，会做一个简报，那之后我还会报告，我会送你们一个雷雕的服装品，现场组装嘛，雷雕的那个平衡床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先观摩一下表现优秀的作品，之后再去改写，或是参照的格式去做，这样你是不是离那个成功的距离就比较近一点？如果你一开始就自己那个埋头苦干的话，那要做大概可能可以共舞，共舞，共舞，因为不容易得奖。好，你到台南交流厅的网站里面的左边是过来第二个叫甄选活动，点进去的第二个叫做什么？海洋教育教案甄选，得去看人家的优良的作品。这边他会公告当年度得奖的作品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111年度的获奖的名单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特优他选的国小一名，这是国中哦，再来国小啊，国小一名、两名、三名，特优有三名。所以你看我在2018年五月七号那时候公告。海洋教育教案甄选，奖项是教育部长的，教育部长的。来，我可以给你看一下，我们那时候他还要求做影片，把你老提到几点，我们做网传，做这个是 Q 版的网传，那这个是海浪，那他做一个平衡转，有没有？它是又有功能，所以这个第六版的这个 AR1AD 彩色版还有什么功能？来，第一个，行销互动港你老讲的真的。道歉之礼，然后呢，网传，然后呢，有地方，有我们学校创作中心。风调雨顺啊，四个字。那个船舶到外面去作业的时候少一点的话，对他们来说就会比较不容易产生意外。大地，那钦点的哦，五五千岁来巡视你哦，东港地区哦，大东港地区这样巡视哦。除了巡视以外，但是它还是富有那个除温的效果，往返绕境哦。啊，它绕境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你家家户户打通了第一碗，第一碗的啊，煮一块带有丰盛的客观呢。来，我们就顺便来看。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啊，洪春光哈，陈老大啦。单岛洪春还是被建筑的军哦，他把它移到这边，入围了也他的那个排位哦的底下。那天载的时候，大家就要到那个船舱里面，由那个王船主这边哈，他天载的人把它应该放在哪一舱，他图腾都是一个比较吉祥的一个图腾。一二五有下，对不对啊？它旁边就要有用那八仙过海的那个造型，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东港银王哦，五五千岁它的颜色。像王船的建造，因为这些老师傅一颗一颗都已经年纪越大，那目前
要传承这种技术的人越来越少，该要用我们政府的一些资源，把整个王船整个建造的它的过程细节，应该把它用影片加上解说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。我们很团结，很珍惜这个文化资产，所以说就营造出现在全台湾应该是所需一指的这个迎王祭典的场面。那现在108课纲哦，要结合在地化去教育，所以我有看到这个研习的话，我就很有兴趣来参加，好，就是想说把这个可以把这个文化哦扎根在国中里面，那也配合我们的108课纲这样子。